虽然是个坑位啊，但是没什么周边压力了，但是 Pair 的压力来了。小崔的位置是埋着的，不知道天霸有没有去清这个车祸这个点，好像没有。他这个过点埋了一个，头顶上有两个人，他第一时间是选择了趴下，也是 GB 第一波伤害。天泡泡是一颗雷炸的 Summer， 在外面打了一个，是的，过点 ZYY， 哎呦，这个烟里又是命中到头部，但是 DK 在旁边，黄蓝现在已经知道排名分了。主要队友倒的那个位置也不太好支援去救了，小左要过来扶个人，天霸只剩一个，自己血量不是很多，能还是选择先输出。天霸这边分数可能被 K 掉了，是的，我就是不打药，就是自信。小左有火，知道对方在打药，他这波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但是火扔的有点远，但是血量已经打起来了，给闪了，被闪到，是的，先第一时间趴住，给了个全白血量，这是血量太残了，那个火没能将泡泡的位置给烧出来。 X left 太自信了，是的，这个就是不要太过于上头。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SQ 也是想要尝试再拿一点分数，他们也很清楚自己的处境啊，就像是把这个泡泡的分数给拿了，现在被淘汰，